原标题：往北车黑历史。往北车为什么退出各路人乐队斗玩网？第 TNS 他原创，抖音上走红了一位唱歌很火的摩登兄弟，又火了一位叫往北车的歌手。一个喜欢纹身的痞气少年，性格放浪不羁，歌声优美动听，非常优秀的一位原创歌手。往北车一首突然想起你和陷阱火遍抖音，在抖音上圈粉无数，甚至很多人留言表示你有你的摩登兄弟，我有我的往北车，不是很壮但是很帅皮。往北车是97年哈尔滨小伙，双鱼座，一个喜欢音乐的逗比男孩，用网友的评价就是文章的脸，张一山的皮，欧豪的动作，林宥嘉的嗓音。其最初是各路人乐队主唱，跟随乐队演出而火了，不过后来离开了各路人乐队。往北车为什么离开各路人乐队？一位叫林默兰的各路人乐队贝斯手在知乎爆料，往北车代表乐队去北京跟公司商谈作品的问题，结果自己跟公司签约，不仅没告诉乐队成员，还把乐队成员一起完成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，签了公司把乐队演唱全整瘫痪了，然后自己带着热度跑了。不过目前对于这位知乎网友的爆料还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关于往北车为什么离开各路人乐队，你们怎么看？往北车个人资料，点击进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